他们现在正在吊装。好好，好的好的。现在我们要给这个我们直播组。好。喂，你好，谁？你给那个，你给陈强打个电话吧，他就在等。喂，你给陈强打个电话吧。因为他一直在等。开锅哈。现在已经过来了，现在他那个转接的那个东西过来。他那个正在吊装，正在转接。我可以这样吗？我可以听断地吗？他已经说了。那个板子在上头，那板子在上头，正在转接。说什么内容？那个是旁白吗？嗯，好的好的。是出镜还是旁白？现在是在这个已经安装好的这样一个反射面板呢，它已经在这个缆索吊上面缓缓的往下滑去。因为受到呢现场的这个风力，还有现场在飘一点雨，所以就感觉这个它下滑的速度呢是有一定的控制的。那么不管是在那个 fast 锅边，还是爬上旁边的这样一个观景台呢，或者是通过 VR 视频呢，大家都可以直观的感受到 fast 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非常的大。那么接下来的航拍视频呢，大家可以更加的直观的看到啊，这个超级望远镜呢是架设在一个天然的这样一个喀斯特挖坑里面的，周围呢是山峰。中间的洼地呢，就像一个天然的锅架，刚好稳稳地装下呢这口大锅。那么科学家呢，形容这个 FAST 呢是一座喀斯特的观天巨眼。那么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望远镜呢，可以看到这个锅面呢是由一块块的这样的铝合金材质的反射面单元组成的。那么据统计呢，一共是有484块，四百八十四种。4450块反射面单元，
总面积大概是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足球场这么大。那么这个巨大的反射面是用于汇聚无线电波，供馈源接收机接收，捕捉远在100亿光年外的射电信号。那么这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安装工程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大工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场，可以看到啊，在距离锅底应该不足50米的地方，这样最后一块这个反射面板呢，正在慢慢的滑向这个索网上。待会儿呢，现在这个大家可以随着这个推上去的这个镜头，可以看到下面的工人呢已经做好了准备，稍后将进行最后一块面板的这样一个安装的工程。那么现在的这个气氛呢是比较紧张而又非常兴奋的，因为这是最后一块面板的安装了。那么这个大射电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呢是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因为它将能够搜寻到更多的奇异天体，用来观测脉冲星、探索宇宙起源和演化、暗物质、暗能量、星系和银河系的演化等等，甚至呢可以搜寻到星际通信信号。开展地外文明的探索。那么科学家呢，曾经用阿雷西博望远镜呢，发现并论证了引力波，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 FAST 呢，则为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相关的领域呢，可能会提供重大发现的机会。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反射面板呢正在慢慢的往锅底最后一个那个预制的那个地点靠近。那么由于所有这个吊装工程呢都是在空中完成的，所以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包括之前的用吊车起吊，然后到现在的下滑过程都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耗时比较的长。
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板反射面板已经快到这个指定的位置了，那这也就意味着今天的这个吊装工程即将结束。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今天现场的这个天气现在又转晴了，非常的好。然后这也是让我们一同期待这一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这个已经是最小的。等一下哈。那么刚刚呢，下面呢，就是好像有工人在庆功。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球，接刚刚那一块反射面板呢，已经下面的这个工人正在拼装。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面是好像是光滑的，其实呢，它是它的背面，其实是是由那种是由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构成的。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网兜，紧紧的支撑和保护着这个反射面板。那么现在呢，已经是顺利的安装完最后一块反射面板。那么这个呢，就标志着主体工程的完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到呢，这个 FAST 工程呢，就会进行为期2个多月的综合调试。那么大概是9月份可以投入使用。